还有一个故事了哈，或许来讲，说呢有两个哦师兄弟啊在外面争执，争执的时候啊，那个甲哦就跑进了方丈师来问师父，说我这个观念对不对？师父哦说对，你的观念对。然后这个甲跑出去呢，哦跟那个乙的讲，那个乙的一听以后啊，换他跑进来问师父了，师父我这个观念不对吗？哦，师父说你的对。然后他又跑出去了，两个又在外面争了。然后后面哦，那个小沙弥啊，就在讲他师父啊，师父你这样就不对了，甲对的话乙就不对，乙对的话甲就不对。那个师父转过来跟小沙弥说：“你说的也对。”